无法统计在中国有多少人从事武术或与武术相关的行业，仅河南登封就有近百家武校，师生几十万人。这里是武术之都，少林这个名字充斥着大街小巷。不仅仅是河南，连周边城市也被影响。这是安徽阜阳的影龙武校，早晨正是出晨功的时候，每天6点习武的少年们早早起床，开始每天第一次的锻炼。影龙学校文化班分为小学和初中，武术班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三个阶段。他叫尹德辉，今年12岁，5年级，习武2年，刚刚升入高级班。有表哥，他在这里练武术，然后阿姐呢叫来着，我就在这里，我就来了。这就是尹德辉的表哥，他比尹德辉只大1岁，6年级，现在也在武术高级班学习。每天晨功大约需要1个小时，之后尹德辉要洗漱和整理。他叫彭勇，尹德辉武术高级班的同学，13岁，6年级。影龙学校是所寄宿式学校，学生大多是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这里的孩子通常都很独立，并且吃苦耐劳。虽然是一所武术学校，但是来影龙学校学习文化课的学生要比习武的学生多很多。习武和学文的学生平时在一起上课，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尹德辉虽然习武，但文化课也相当优秀，他并不担心期中考试。考
考完语文之后，紧接着数学考试也开始了。把游戏用一个。要坐吃。坐一下。不要趴在上面。考试结束之后，老师们开始阅卷，而尹德辉他们也又要开始训练了。他们用追逐游戏来热身，只是这里的追逐游戏和别处的有些不同。黄勇所在的六年级期中考试早已结束，对结果他并不在乎，他对文物之道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学了咱妹妹练武解释很多。彭勇是武术班的尖子生，但他的文化课成绩却差强人意。不过很快，彭勇擅长的考试也要开始了。直接变一个。相对彭勇的从容，尹德辉在武术期中考试中有一些吃力。这小孩从学武到现在一直都很刻苦，进步成绩也非常稳定。最近校方观察的，成绩非常突出，准备暑假期间把他送少林寺去。我练一句去，去少林寺。少林寺是中国的武学圣地，千百万武林中人心目中的殿堂。进入少林武僧团是无数习武少年的梦想。基本上这个武僧团这个小孩或者年轻人都是这个全国的很多的武校的挑选出来变得比较好的。释延迪正是一位影龙学校培养输送到少林寺的武僧，他来少林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在学校学的是武术，来少林寺学的是功夫。因为要是问的话，武术跟功夫的区别就是武术是肢体语言，
功夫也是，但是功夫是有信仰的。释延迪口中的信仰是禅宗佛教。每天清晨五点，武僧都要去参加早课，那是一种佛教禅宗的宗教仪式。早课通常持续一个小时，僧侣们要诵经或者冥想，他们用信仰完成心灵的洗涤。早课结束以后，武僧们还要去食堂帮忙。到寺院之后呢，就是他这个在寺院，你比方跟他杂活呀，让他知道生活中间呢有些这种劳动啊，不管干点什么，就是让他大家都每天都是在生活中间的锻炼，每天也学习文化课，就说这个学习的这个佛学知识。简单的可以把它译为什么呢？大智慧。但是大智慧呢，又不能完全说明般若。那么般若呢，它呢不是普通的智慧啊，不是我们普通人说的。彭勇一定没有想到，就算来了少林，还是要学习文化。非常好，那都是世间法的聪明。般若的这种智慧呢是非常厉害的，分为五种般若，分别是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境界般若、方便般若和眷属般若。一天的文武期中考试结束了，影龙学校的同学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可能是武术期中考试发挥得很好的原因，彭勇今天很高兴，所以他决定晚上加练。而尹德辉选择在教室里自习文化课。
影龙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一到9点半必须熄灯。只是夜晚总是很短暂，新的一天开始了。注意力不集中，因为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很快就要放假了。不允许我吵架啊！你别以为在家待着，待一两天舒服了，吵架一两天，人家当然舒服了，人家以后舒服不舒服？啊？有没有留学校的？除了安亚洲，还有广阳回家不回家？有没有留学校的举手？留学校里边的，看看你不回家吗？你不回家？俺妈叫我回家，我不回家。啊？俺妈叫我回家，我不回家。你妈啥时候过来？这两天，就这两天。到时候能回家，咱马上回家就回家啊。嗯。还有没其他人了？他叫唐新航，13岁，6年级，刚刚习武1年，现在在初级班。我搁家里上学，不听话，不听爸妈的话，天天跑我妈的玩玩就。还有家长，我现在才报了学，爸妈给我送了2500。来的时候我感觉瘦了很多。刚我来的时候130多斤，136斤，现在是107斤。像唐新航一样为了减肥来习武的也不在少数。据说还在逐年递增。几点上课？万校超93.5，哎呀，鼓掌，还是不错啊。陈静。尹德辉的语文考了90分，但他很快发现了点问题，他找到老师要求改分数。现在尹德辉的语文是92分，而他最拿手的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名。学习的时候最爱动脑子，他知道用心去学，动脑筋去思考，这是他最大的一点。练武的同学呢，他比较爱动，淘气些，个性也比较强些。他的性格比较倔强，一般情况也难管理一点。但是呢，你要如果做工作的时候放细致一点，就是放于耐心上，他
们还是很懂道理。这个尹德粉呢，他虽然练武，但是他的性格还比较不错，他比较好管理，不像其他的学生就是那么淘气，那么爱动。他非常听话。杨老师肯定没有想到，他口中好管理和不好管理的尹德辉和彭勇，私底下是很聊得来的朋友。为了丰富课余生活，有时晚饭后学校组织同学们给他们放电影，通常同学们都喜闻乐见。都很兴奋，除了电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天就要放假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待明天的到来。放假了，学生们或各自回家，或留在学校，而少林寺武僧们开始了一次大型演出的排练。是，可能要是谈到我们的排练的话，我认为，没有我想象进展的这么好。